目前正是风台期间，彰化县政府除了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，每年编列自由医生办理损害甲脑骨排水设施改善甲疏浚的维护。八号早起，县长惠美是前往视察保阳乡保阳排水护花改善甲清理等等工程，预计伫明年二月底前会当完工。工作人员是向县长以及乡亲说明整个工程的内容。县长讲，保阳排水是保阳乡上重要的排水系统之一，因为排水雨花脑骨下陷，雨卡数上大，就淹到路面上，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即马针对较紧急积水，会影响到民众出入的部分，先用捐款来修理。规条保阳排水整治的部分，未来会阁提报中央做进一步区域排水的治理。啊，咱的即个用咱的即个管况吼，啊，先来甲做一寡修复的工课。虽然敢若短短百外公尺吼，嘛爱开到600多万哦。啊，咱规条即个保养区的即个整治哦，咱会阁来报咱的中央区域即个排水治理的部分哦，再阁来逐步来处理。啊，咱即紧急的会造成讲民众出入吼，啊，积水啦，影响到大家出入的部分，咱先来改善。啊，伫遮嘛爱来感谢咱的即个基层的村长代表，甲咱公所，啊，甲咱议员的即个。欢迎，啊嘛爱感谢议员全力支持，才有法度讲用咱的捐款啊来做这个啊排水的部分。乡长柯文平指出，公所预算有限，感谢县府的帮忙，好工程会当顺利进行。非常感谢吼，县长对咱区域排水吼的整治的关心啦吼，啊因为埔仁乡地基就是蛮大的，所以吼要疏浚的那个雨花吼足多，啊所以阮即摆嘛非常用心，一点仔一点仔来做安尼。整个改善工程长度大约142公尺，核定经费是650万，目前上网招标当中，预计明年二月底前完工，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报道，采访报道。